年四、五月是全台上映的热门季节。今年嘉义瑞里萤火虫提前大爆发，位在瑞里风景区内的知名赏萤地遇见彩虹生态村，三月中旬即迎来首波大发生期，数以万计的萤火虫荧光点点发亮，吸引不少人也从瑞里抢先赏萤。除了遇见彩虹生态村外，邻近的圆潭自然生态园区也是热门的赏萤地点。若想来趟两天一夜的轻旅行，瑞里风景区内的经典景点燕子崖、青年蝙蝠洞以及号称瑞里第一景的云潭瀑布等，都是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。